Hello，各位 YouTube 的战友，大家好啊。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词典啊，给大家看一眼啊，这都是给咱们战友啊发出去的词片啊，怎么看呢？这镜头现在播放的时候，镜头无法翻转。看一眼吧，这箱里装的都是磁片啊，全都磁片，用于学习的。磁片呢，用作学习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这个我们前期上手这个老的东西啊，磁片是最廉价的，你能看到的时期是最多的啊。实际上这个青花瓷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啊，就这种的话，我们大家把它学全了就可以了啊。这咱们常有要的完之后呢，一般有的我都给附带一本书啊，给大家推荐一下啊。这是一个，这得打开啊，这个没打开，我得找一个打开的。这是一个耿宝昌啊，耿宝昌老师出的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呢还是比较权威的，这个标价我记得应该是600多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记不住了。当时他出了2本，一本是这个，还有一本是白色的，2本书，600多。但是那本白的呢，我这这个没买，一般都是送给咱们藏友，就是你看基本的器型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不用看这个这里面花花绿绿的图片啊，当然有那种书，这个是专门看器型和纹饰的，啊，配合这个瓷片。啊，如果要再有那本耿宝昌的白书，那就是更好了。大概这2本书加一起应该是600多块钱，啊，但那个我没有啊，就给咱们藏友配过去啊，配这个。如果大家这个想这个上手的，刚刚开始玩瓷器的，甚至可以这么说，你玩了一段时间的，还是有的没玩全的，啊，都可以这个。联系我，你比如说你像一些高路分的，你像这个宣德的，永乐的，啊，永乐和宣德，大家很多人会说这个区分不开，我会专门录一期视频啊，或者是我会夹杂在这个视频里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些高路分的，我单独录一期吧，给大家看一些高路分，一个磁片都要上10000块钱以上的磁片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大家看看值不值得学习，有的磁片甚至上10万啊，要比你这个打眼啊买新东西这个要强很多。我们一直觉得这个，我不是抨击这个拍卖行，我们一直觉得拍卖行啊出的东西一定是老的啊，这个是肯定是错误的，一定是新老的比例呢，随着拍卖行不同，它这个比例也不相同啊。每个拍卖行啊都有强大的背景，特别是中国的拍卖行背景很强大，我不想得罪任何一家拍卖行，因为我们的藏友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国内的啊，国内的藏友，这样的话呢，有的时候给我发的东西啊都是贴的这个标签啊都贴的是国内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也不想得罪他们。有的同行有的人劝我说，这个我们能保证自己出的东西是老的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得罪别人这个就是没有意义啊。但是这个出于这个对这个咱们这个行业的热衷，一般如果这件东西你入手了，可能呢我说的就含蓄一点啊，当然你有可能也卖个高价钱，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拍卖，美国拍卖现在
就我这个隔壁啊，我这个周围就好多直供到国外的，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直供到国外的新货，比例有的拍卖一场拍100%全是新的，我这么说了大家不相信，全是高路分的东西，都是新货，有的是高仿，有的是中仿，啊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所以说呀，各位藏友啊，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是不是？你买一些瓷片多学习一些，是吧？比你这个打眼要强多了，啊，学习这东西其实也快，是不是？也不是那么难的。这个是，哎呀，咱们藏友发的货，因为好长时间一直没回东北，这个着急从库里把这个货给大家，给咱们藏友发过来，给大家拆一下，让大家看一眼，很漂亮，咱们那有的藏友呢，就是发的是这个瓷片，今天呢，我这些兄弟啊，都出去了，淘货去了。我这个提前从其他的城市回来了，回到南方，这个拆东西啊，这个咱们藏友啊，这个有的发瓷片，我都给大家带了书。如果咱们国外藏友谁喜欢需要这个资料的话，不管那个什么啊，不管这个你买不买瓷片啊，我都可以送给你书啊，就没有问题啊。看一下，漂亮吧？这都是我库出的啊，在手里已经4年了吧，将近4年了，漂亮吗？看看，看不到哈，漂亮吗？非常漂亮哈，康熙的啊，康熙的花箍，非常的漂亮。漂亮吗？一对康熙的，扎毛病没有的，全笔花骨，非常漂亮哈！感谢各位藏友啊啊，这种大的我也是非常少了啊，先放一下啊。给咱们藏友准备的书看看，这都是给咱们藏友送给咱藏友的，藏友如果喜欢的话啊，这个我就送给咱们藏友啊。现在还有10几本，下一周的话不到20本吧，下一周还会发过来这一套。这个正常一套是2册2本啊，2本的话，这个是谁写的呢？这个是耿宝昌老师啊，他是这个中国收藏界的泰斗啊，他一共写了2本书，2本书呢大概人民币600多块钱吧，啊，一套600多块钱，一套2本，但那本呢我现在没有到，到了呢我可以2本2本送给咱们藏友啊，咱们藏友呢还是值得看一看的。这本是专门说器型的，还有一本呢是专门说这个发色和这个和这个染料的啊，基本上就是这2本构成的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藏友，好，再见。